这个马蹄多少钱一斤啊？15一斤，美女。好，要一斤马蹄。试一下。他现在想要我们把这盆全买。就是要一斤的。20一斤还是10块钱？我们只要一斤。我们只要一斤。这个秤准不准啊？准的，美女。我们有勾勾秤的。嗯。我们可以称一下吗？嗯。可以。刚刚是一斤是吧？这是一斤啊。没有一斤的，差一点。这才。他明显有点慌了，然后开始狡辩。那个公斤秤嘛，这不是公，这是斤，你这秤不准呢，老板。他已经不想卖了。算了，没有意思的是吧？又加了两三个进去了。0.84。她老公开始破防了。我都加了那么多了，你那个有毛病。我这个有毛病。我们这可是新秤。我买秤准不准？随便你什么秤，我说。刚刚是读经的是，哎，这个就是准的，可以。又去了超市，对，超市是准的。